当基督徒实在是太喜乐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领略那阔、那长、那高、那深、那超越知识的爱。我1992年得救直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因为我太喜乐了。我能够在教会里面，在爱里生根立基，这让我生活有力量。我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享受主爱的阔长高深，能够享受他那超越知识的爱，知道我就要被爱充满，成为神爱的丰满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被爱充满吗？你愿意让你生活有力量吗？你愿意领受那扩展高深、那超越我们知识的爱吗？哎们，盼望你今天就能够进入爱的生活圈。好，末了呢，第五，这个既然是一个圈、一个范围，就需要我们能够迁入。好，第五大点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：迁入是爱的神灵。进入爱的范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爱就在这里。你愿意进到神的范围里面吗？你愿意让神的爱进到你的里面吗？这里有两节经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一节，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活着，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原来得活着，没有神的爱。但今天完全改观，我们今天就能够得着神的爱，使我们能够从他得生，并且有力量的活着。当你在那里享受神的时候，神的爱就不断的向你显明。哎 ，Amen。好，下一节我们起来读，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让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。弟兄姊妹，朋友们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都能够迁入爱子的国里，从我黑暗枯干、没有滋润的心灵里面出来，迁入神爱子的国里，把基督牵涉到你的里面，把你自己放在神的爱里，使我们一同享受那神超越知识的爱。那如何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呢？其实这两节经节非下面两节经节非常的容易。第一，凡你们凡进入基督的，都是已经穿上这个基督。基督就是神的爱，我们进入基督就是穿上了基督。所以圣经呢，就把我们浸在神的爱里面。我们相信接受，就把神的爱接受到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借着相信圣经，我们就把自己浸到神的爱里面。所以就讲到信而圣经的，必然得救。朋友们，你愿意进到神的爱里吗？好不好？这个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的，盼望你们今天都能够进到神的爱里面。哎，们不只接受神的爱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还能够进到神爱子的国里。这就是借着我们的相信，借着我们的圣经，我们就从我们的枯干黑暗中得蒙拯救，进到神爱子的国里。欢迎你来到爱的生活圈。好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愿我们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爱。好不好？我们再把第一节诗歌唱一遍。诗歌的第一节，好吧，我们都站起来啊，起来唱。耶稣，我才相信，有一种爱过真没有条件，爱是他来救我，迷住我心，背负我的软弱，一直甘甜。遇见你们，我才知道我的伤。风声，弟兄姊妹如同云彩。
证，还有我们用的这个话语交通，让我们有个认识。我们在这里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要一同的有份于这个爱的生活圈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渴望得着爱。那今天我们所交通的爱的生活圈，这个爱乃是我们今天聚会的重点。那这个爱是什么爱呢？刚刚不用提到，乃是神舍命的爱，其实就是神的爱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叫爱，这个爱呀，在希腊文里面有四个字啊，有四个字。第一个字乃是亲人之爱，叫 soul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朋友之爱，叫 philia。然后还有一个字叫做男女之爱，叫 eros。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爱，不是刚所讲的爱，这个爱是独特的，这个爱乃是阿嘎佩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有许多的有姊妹的见证，还有弟兄的交通，就是盼望我们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，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来享受这个阿嘎佩的爱。地上的爱都会过去，地上的爱都是短暂的，地上的爱都会毁坏的。今天我们只有得着神的爱，才是永远的，才是有盼望的，才是有永远的价值的。所以盼望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是你有一点的感动，有一点的羡慕，我也希望能够有份于这个神的爱，甚至进到这个爱的生活圈，那你今天就来对了。盼望我们在座的都能够今天接受神的爱，使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人短暂的爱、有限的爱里面，乃是要进到神永远的爱里，叫我们能够一直的在这爱的生活圈里。好不好？我想请在座的朋友们，还有陪伴他的弟兄姊妹一同的站起来，我们能够带着你们有点的祷告，能够将这个神的爱接受到我们的里面。好不好？我们请这个弟兄姊妹陪着你，陪同的这个福音朋友一起站起来哈。我祷告句，请你们跟我祷告一句。主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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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你乃是那个舍命的爱，你乃是那个舍命的爱，是你先爱了我。圣经节最后，我们再把这个经文读一遍，马可福音16:16，我们宣读：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再一遍，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当我们在那里祷告呼求接受神的爱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相信，那相信感谢主，其实我们就得救了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确认今天我已经得着这个神圣的爱了。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确认，就是借着受浸，信而受浸乃是接受神救恩完整的步骤。就好像你进到这个会场，你是怎么进来的呢？你进来第一步要踏出去，那另外一只脚在门外怎么办？你要一起的踏进去，这个就完整的一步。今天感谢主，你呼求了，你相信了，感谢主，恭喜你得救。但是你要进到这里面，
就是进到一个范围里面，就需要受浸。借着这样的受浸，我们就能够进到这爱的生活圈里面。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啊，这个呼召愿意啊，一同进到这爱的生活圈的朋友们，请你们来到前面来。好，我们要为着你们能够今天就受浸祷告。好吧，我们再把第一节啊，我们再一起唱。请啊，这个愿意啊，今天就进到爱的生活圈里的人，来到前面来，我们为你们有祝福的祷告。再唱第一节。见耶稣，我才相信。有一种爱过真没有条件，再去唱第一节。